12月9号，台湾当局选举部门举行了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、副领导人候选人号次抽签。在台湾，候选人号次抽签被认为是选举正式鸣枪起跑的信号。当天的抽签中，中国国民党韩国瑜、民进党赖清德亲自出席，亲民党则由秘书长李鸿俊代表抽签。抽签的结果如下：一号是宋楚瑜先生、余香女士；二号是韩国瑜先生、张善政先生；三号是蔡英文女士、赖清德先生。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抽到二号后，其阵营立即喊出竞选口号：“两支穿云箭，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。”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